我是轮滑教练 James， 今天是我们长城中级班的第一次课，很高兴今天小朋友们做了非常棒的演讲啊，我们就希望小朋友们进步快乐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了六个基本动作啊，第一个是原地的推轮，哎，右脚推轮，第一个右脚推轮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原地的左脚推轮，哎，这小朋友回去练啊。然后第三个是两个脚的同时的平移推轮，小就是第三个是属于叫做舒适幅度啊。然后第四个呢，加大幅度，哎，加大难度，哎，我们中级班小朋友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啊，这第四个。然后第五个呢，这是高手。第五个哈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然后第六个呢是，这太厉害了。以后的双鞋，哇，这个真厉害，这个好棒。当下跃的时候，这太厉害了。往下滑，进入到有一定速度了以后，身体左转45度，右转45度，左转45度，右转45度，这样的话就会完成一个完整的绕桩练习。这是平地花样的基本功，这是六个主要动作，同时还讲了一个，实际上算是七个吧。就是刹车，小朋友的所有的刹车在右脚上，第七个动作啊。如果要刹车的话，右脚一定要略前一点，然后抬起右脚，这个时候右脚的刹车键就会接触地面，这个时候就会刹车。那么小朋友在刹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两个点，刚才提醒了一个，第一个是右脚在前，还有一个是如果刹车的时候发现身体往内转，那么就说明你是刹得太狠了，就刹车的时候就刹一下，把脚压住，刹一下压住，这样的话就不算特别特别狠。好的，非常开心，今天小朋友们都有很大的进步，我们下周六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场地见啊。好的，好，谢谢大家。